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开始。李宗宇，哦，在后面。在后面。在后方哈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今天跟他有些跨年的。这是我们三五千岁，准备为咱在沈南庆祝春节的这个餐点跟安排。跟这个烟火秀，也用三年前大家欣赏的那烟火秀，就是一种不错的水平。也希望今天晚会能够顺顺利利，能够让大家喜欢，和大家欢欢喜喜来的欢欢喜喜的。今天我要放我。